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尔吉。在夏天真的太容易出油，零粉刺、零油光、零毛孔，这三个我都达到了。那我在这个夏天，我有什么好害怕？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，夏天到了很容易毛孔粗大、皮肤粗糙，上了妆很容易出油脱妆，有很多的粉刺，然后开始长痘痘，很困扰。我也一样有这些困扰，但是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些困扰？就是这个未来美的毛孔塑净粉泥膜、毛孔塑净洁颜皂这两个东西，因为它拥有韩国最新的毛孔塑净配方，软化角质，改善粉刺，然后跟紧致毛孔，在十分钟之内敷上这个粉泥膜，欸，它还很贴心附了一个挖手，因为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滑顺，看，很好，肌肤达到油脂平衡，然后可以吸附你毛孔里面的脏污。金缕梅啊，其实它就是可以调理油脂；橘子柠檬啊，它就可以亮白你的肌肤，不用担心敏感肌也可以用。大家都会觉得啊，一般泥膜是不是都很难清洗？未来美完全不会。好，现在洗完了，你看，整个皮肤变得超亮白的。好，刚刚敷完了毛孔塑净粉泥膜之后啊，搭配的就是这个毛孔塑净洁颜皂，还有敷一个起泡网。越绵密的泡泡啊，比你的毛孔还要细小，其实可以带走你脸上的脏污越多。你看，它的泡泡有多么的绵密。大家都知道柳兰啊，其实可以舒缓你的肌肤，红草它就是可以亮白你的肤色，所以呢，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完全不会觉得洗完不会觉得紧绷很干涩，眼藻聚糖还有去角质蛋白酶，先软化你的角质，然后改善你的粉刺，再紧致你的毛孔。如果这个夏天呢，你想跟我一样变成一个没有毛孔、肌肤不会暗沉、不会出油脱妆的人，所以呢，推荐未来美的这个毛孔塑净粉泥膜，还有毛孔塑净洁颜皂，推荐给大家。